左边有一个，前方有危险，黑大。好的。他们在进攻小机房，小机房在摆阵。我们也可以进攻小机房。三个、六个，在小机房里面就剩一个了。他们是三打一。打得很激烈。那会儿金刚钻了一个，哎，哇，哎，哇，一个老六，完了，哇，这个人他不去帮队友的吗？他这里当老六，我感觉我得回来，你可以回吗？那我猥琐一点，我争取把他们打掉。没事，你给他们清了，你卡要没了。P90，你卡要没了。你实在不行，你走也行。哦，哇，还有一个，我靠！我刚才快炸他的一瞬间，这个我炸他。他不搏你，炸他的一瞬间，我以为没了呢。然后里边还有，我跳出去之后，我发现还有一个。我也以为没了。西腰嘞，对，我也以为没了。他喵的，空中看见了一个，完蛋了。还是把P90，他要是其他枪的话，你应该死不掉。这是我的对吧？P90。哎呦，就是那台轿子啊！我去你那边飞。Okay, 我在拿车，花园门口有台车，没敢拿。我刚才，我这边没车。花园的门口，这个黄点就是马路中间。我看到这边这个甲车库有一辆，我去拿那个蹦子，我飘一飘吧。OK， 你小心点。吉普蹦，那个车离你近吗？近的话，我就不去拿远点那个了。近。OK。